Tērū chēs nyoṃ bōyī chārlā sāwa ʷā rā de du sāng chēr tsā ʷu rī jīṃ bō mā rā sāṁ tsā du jī pār yōs gō shēn haza sāṁ chēn jūs kār tā ʷi ṭā rā Nō sā nyoṃ bōyī chārlā sāwa ʷā rā de tī tā ṭā sṅgā chē chē rī kiam tsā rā lī kṭāṅ chē tā sṅgā tī sṅgā bī nye

dēshēb shāngchū sa mālādā bāsāṁ jīlaṁ bōlō ātsērāb dhāwa inlār nāṁ kañs dū tēp shāngchū chaṁ bōṁ hō sa mā chaṁ tētāṁ dāñchirachū dū snār kañ nāṁ dhāṁ tētāṁ rātā dāmaṁ dhājañ chā ghañyāṁ yé tō bārā yōy yī sā yid bō chē shūk jōṁ mē dhāṁ dhāṁ rājāṁ lēṁ shiñyāṁ dhāra jāmbā nē sāṁ chē shiñyāṁ sābhāra nāsa māyā āho āyā saṃ ca nāṃ ca saṃ bādāṃ āhāla yikṣe rāñ ca rāṃ āhāra ca chauṃ tāṃ māṃ tī ca sa jīṃ khārlās kaur tu sū na nāṃ khātāṃ ñāṃ pī saṃ ca 好，我们继续讲。昨天呢，我们讲了，也就是说啊，善恶当中的这个恶，我们讲的十不三法里面的生，呃，这个三业跟雨的四业，总共加起来是七种业力。那么更进一步呢，我们今天晚上。 啊，就要讲呢，就是说，一恶业分三呐、啊，一的这个恶业可以分三种。他说，第一个是贪心，第二个害心，第三个呢邪见。那么我昨天也讲过，也就是在汉传佛教显教里面讲的贪嗔痴啊三种。因为邪见，也就是因为我们无知而引起的，所以说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啊、呃，义的三业。那么总共加起来，昨天讲了七个，今天再讲三个呢，也就是十三、十二当中的，也就是说十二啊、呃，就这个里面就全部都涵盖了。这里讲第一个就是贪心，<coughs> 这个是我们讲的啊、呃，主观意识上的这个、呃、恶。 也就是十善法当中，也是我们所有的恶业啊，呃最初的动机的来源，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啊的一个主使的情况下呢，而形成的。所以说呢，呃，这个我们的心，它是一个主道者。我们讲，心为王，呃，与根生与为仆啊。 因为生与它只是一个起到什么呢？完成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如果我们在内心当中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个动机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生跟语他们是不会去做的。那么，要我们啊、呃，也就是把这些行为呢付之付之于行动的话，那必须也就是我们的生与口来完成。那么，动机它的这个。 主因呐、啊，完全就要靠我们的这个内在的一个动机引起的。那么这些腾引起之因呢？他说有三种，第一个是贪心。那贪心，我们当然也就是说对呃贪财贪色，也就是对呃呃财物也好，对色香也好，的都是一种我们讲的贪心来讲。那么这里所讲呢？ 对于他人的财物，心想：如果这个财物是我的，该多好啊！也就是我们自己想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想方设法，我们也就是不管是各种手段呢，骗取，然后呢，呃，作为自己拥有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他就说该多好，并且呢，反复的盘算，怎样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东西呢？ 啊，呃、归我所有，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盘算。我如何才能得到，使它归为自己所有呢？也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尽一切，就是做出很多各种不同的手段呐，啊、呃，归为己有。凡是对他人的财物升起欲求之心呐、啊，想要得到的这样的心，都属于贪心。这里讲贪心。第二个害心。 对他人以嗔恨心和愤怒心而想，也就是说，对他人的那种不满而引起的这种嗔恨心，啊，愤怒心而想，我应当如此这般损害某某人，我应该也就是啊、呃，就说要去伤害某某人，也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啊、呃，就是四分四种分支当中。 我伤害一个某某人，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他人拥有，也就是这种人呢，啊、呃，这样我们的对境这样的一个目标，他所拥有的财富，心里不高兴，那为什么会不高兴呢？那么人，呃，最大的一个呃缺点是什么呢？啊，我们对别人的啊、呃，就是圆满别人的好啊。 始终都没有办法欢，没有办法欢喜到嘛。那么这个是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嫉妒心很强。那别人就是拥有了圆满的财富、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很难去随喜，反而也就是我们就有种种的这种嫉妒心啊出现。然后呢，啊，我们总觉得说他没有这么好。 没有这么圆满的话，那么我们就呃就是这样呢，去高兴别人的这个不圆满。实际上，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竞争心也好，啊、呃，我们讲的嫉妒心也好，这样而应生出来的。所以说呢，三毒烦恼，也就是三毒或者五毒啊，我们讲的五毒烦恼当中啊，啊、呃，很难察觉的就是嫉妒心跟傲慢心，知道吗？ 那么我们经常讲，就是说 <coughs>，那自己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嫉妒他们的这种圆满，他们的好；那么别人不如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也也也就产生了啊、呃、傲慢心。所以说呢，这两者也就是很多是我们没有真正去观察的情况下呢，很难发现这种烦恼。所以说呢，我们要善于这样去观察。 对他人拥有财富，心里不高兴，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嫉妒心而引起的，并且想，如果某某人不安乐，也就是他不好、不安乐、不幸福啊，没有这样的功德该多好。也就是功德指的就是包括他的财富，他所拥有的这种学文、学识，也就是比我们强、比我们好，种种这方面的功德，那么我们就啊、呃、很难去。 呃，容忍别人别人这样的一个所拥有的圆满。如果他人发生不乐意的事情，也就是这这些人呢，发生了他们呃不乐意的事情呢，呃，幸灾乐祸等等呢、啊，我们人就很容易去幸灾乐祸啊，他就是活该啊，啊，就是呃怎样啊，他呃发生了不好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呃对的，凡是对他人生起。 损恼，也就是说，啊、呃，希望别人不好，也就是希望别人呢，啊、呃，不圆满，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都是一种害心呐、啊。也就是说，虽然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啊、呃、去伤害到他，但是呢，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已经就足够了。也就是损损害他人的这种害心呐、啊，那已经就足够了，那会种下这样的一个恶的恶因。 那将来也就会成熟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当然，这个里面并不包括说我们所讲的付之于行动的这样去伤害他人的部分呢。也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产生了啊，就是害别人的这种心态呢，那这个已经就足够了。所以说呢，不管是嗔心也好，害心也好。 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新的呃业啊三业当中的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呢，呃，就是邪见。他说邪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个呢没有因果之见第二个是长断见。见没有因果之见，大家都知道啊，也就是不相信因果啊。 简单来讲就是，呃，所有事情都不相信因果，啊、呃，呃，就说前，啊、呃、前世的因，啊、呃，后世的果，这些完全就不相信，认为修善法没有功德，造恶业也没有这个呃罪过啊，也没有什么罪业可，称为误因果之见了，压根就不相信因果观呐，在佛佛教来讲的话，没有因果观呐，那。 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那么就是压根不相信因果，那就没有基本的啊、呃、佛教的这个立柱支点呢、啊，也就是说啊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呃对因果的政确的认识啊都没有。比方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那么这实实际上佛教所讲的因果关系，他讲的并不是说。 没有的东西啊，他就身边呢，建立一套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呃，就要这样要你去接受，他并不是这样。那么佛陀呢，我们讲呢，他已啊，他是一个先觉之人，他觉悟了一个一个道理，就是说，呃，自然规律的一种因果循环的这自然的一个因果循环的一个规律，知道吗？他发现了这样。那既然我们想要得到， 好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去做做那个恶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做了太多的这个恶事的话，那我们想要得到啊、呃、善果，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在佛教里面讲啊，知者重因呐、啊，愚者重果。那么我们凡夫俗子，我们不想去，也就是说去种这样的一个善因，而且我们想要的。 是什么成果？但是你不种这个因的话，怎么得会得到善的果报呢？那我们可可能就会利用太多的手段，让自己拥有财富。但是呢，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不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之上啊。那最最终也会给我们导致很多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果报来。那么智者呢，他知道所有的善善果呢，都是。 有了善因才会成熟的，所以说他们总这个呃善因的这个呃因这个上面呢下功夫，才会有他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功德、好的果报成熟。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神者跟凡夫的差别所在，就是神者重重啊注重这个种因，而愚者呢注重的就是得果。但是呢，我们。 做的时候呢，很多都是背道而驰的，凡夫所做的行为都是背道而驰的，跟自己所想的、所欲的、跟所行的，变成什么呢？背道而驰。所以说呢，这个呢，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凡夫来讲，那么啊，叫、呃呃、凡夫，不是呃，不说凡夫吧，没有因果之间呢、啊，没有因果之间，作为一个佛教徒，必须要建立在什么呢？ 因果的正确的一个因果观之上啊，才可能真正的入这个佛门啊，这样来修下去。如果你起码的因果之见呢，你都没有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学佛的。也就是说真正，也就是意义上啊，就啊这样学佛。第二个是长见、长断见。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呃长断。 一个是常见，其实它是两种见呐、啊，一种是常见，一种是断见呐、啊，有两种见，是指呢外道的见解。因为我们呃佛教来讲，我们讲的是中观嘛，中观见呐、啊，也既不是常见，又不是断见呐，呃，它是走中道的中观见的、啊。那么外道来讲，它没有这个中观的这样的一个见地，所以说不是呃常见的话。 呃，就是断剑，那这样呢来讲的话，他说外道他们的呃见见解，也就是他们的见地，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百六十种邪见。也就是在古印度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这个见地的这个外道啊。总的来讲，他说有三百六十多种这样的一个、呃、各种不同见地的这样的一个外道。 或者是六十二种邪见者，也就是啊、呃，也把它浓缩起来的话，有六十二种等这些呢。他说《如意藏论》中有详述啊，也就是在《如意藏》里面呢啊，就是各自的这些呃外道他们各自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立宗吧，立宗的观点、立宗的这种见地呢，它有很详尽的这样的一个论述。 若归纳，则可概括为常见和断见两种。那这些三百六十种也好，六十二种也好，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它把它可以归纳到两种见当中：一种是常见的，一种是断见的。两种常见即认为神我常有，也就是说，呃，常见的这呃常见的这些，就常见指的是什么？永恒存在啊，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 呃，想法，那么他们觉得说，也就是我们的呃，就是我我跟所谓的他们的主这个神呢、啊，它是永远都呃，就呃存在的这样，或者认为呢，时间的作者是大自在天或者变如天等见见解、啊，那很多外道呃都呃一切一切的造物主啊，他们以造物主来形容，那有些认为说大自在天。 或者是说，有些认为是变入天呐、啊，在印度他们外道当中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不同的呃这个说法。断见，那么他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永恒的存在的，这些呢称之为常见者。断见即外道，外道呢认为一切诸法是自然而生的、啊。 也就是自性生，他这样没有任何的因缘呢、啊，他本来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就是这样，知道吗？那么断见，不承认有前后、前后事啊因果不虚，以及呢解脱等的这样的一个见解，也就是不像呢佛教所讲的，也就是说、呃，啊一切都是缘起啊，缘起论他们是不承认的，他们觉得也就是自然它是这样存存在。 比方说，呃，他们觉得说那个呃，禁忌那个词啊，没有人去啊、呃，给它啊、呃、弄那么锋利啊，没有人去给它削削成这么锋利的，这些都是它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东方的太阳啊，它没有人拉，也没有人做什么，它自然而然升起来的。它不讲因因缘，也不讲因果，也就是跟佛教讲的缘起。 这个论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如黑子在书云呢、啊，有如日出水下水下流啊，也就是水往下流，跟早上啊出生的太阳往上这样升空升起来。豆圆经济长而立啊，也就是，呃豆我们讲的这些豆啊，它。 没有人去搓，把它搓成圆的，它自然而然变成圆的。那那些经济啊，它的那个词啊就很锋利呀、啊，也是没有人把它削出来的。孔雀翎年煮苦乐，也就是说，空孔雀开屏它的那个羽毛的那种鲜艳夺目的那些啊，也是没有人去画的。然后呢，它自然而然的那种，它不讲因果，当然就是佛讲它。 既然他是这样的话，必有他的成因在里面他不承认这样的一个缘起的，所以说呢，这些呃，以及呢，我们所感受的痛苦跟所有的快乐，以呃，谁以未造自信生呢、啊？谁都没有做，他自自己形成的。他们认为说就是这样，嗯，所以说呢，呃，因此呢，这个呢，他我呃就讲，就是说除了。 佛教他讲的这个中道，也就是中观之外呢，外道他们的见见解呢，见地都是建立在不是常见，就是建立在断见之上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也就是内道跟外道的差别，也就是主要还是要区分在这样的一个见地之上来讲。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 这不是谁带领而来的，也就是谁把它拉出来的，它自呃自己。河水呢向下流淌，这也不是谁引下去的，也就是它自然呃就是流。所有的豌豆都是圆形，这也不是谁把它捏成的。一切紧急，呃就是紧急，那这个词呢又长又尖，非常锋利，也不是谁把它消减出来的。 孔雀的羽毛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这也不是谁绘制，而指也就是绘绘画的，或者是哪一个字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性就是如此。他们认为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呃，如此。同样啊，世间的各种苦乐，我们所感受的痛苦跟快乐，善跟恶虽然显现，但是。 因本性即是那样啊，他就是本、呃、本来就是这样。他们不承认就是有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因此呢，他们认为往昔的业力也好，前后世等呢并不存在啊。也就是我们讲啊、呃，就啊意识说啊，也就是很多唯物唯物主义也是其实也是这样啊。他们不承认就是说啊、呃、有将来有来世，也就是这一生。 结束了之后呢，好像也就是灯熄灭一般的，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不存在。认为他们的论点是真实的，并且呢，随之而行，或者呢，虽为随行呢，虽然呢没有跟呃这样走，但认为佛的这个经教、上师的教言、智者的论点等呢，都不是真实的。 他们反驳，也就是佛教的所有的理论体系啊，都是假的，不承认，就对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上呢，产生很严重的偏见了啊、呃。我们讲的邪见，这样产生怀疑，或者是进进行诽谤的，这些也都是属属于邪见、啊、他说这些都呃属于邪见，十种不善业中。 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把啊十种呢不善业，比方说我们生的呃三业，我们讲的杀、盗、引这三个，那么呃语的四业呢，呃，我们讲的这个王语、呃两舌、恶口、绮语这四个，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讲的这个贪心、害心跟邪见，那么意的这个呃三业。 总共加起来有十种业，那么这些业呢，我们称之为十呃四种呢不善业也好，呃十种呢恶业也好，啊、呃、都是指的就是这些。那这个当中呢，他说杀生跟邪见这两种罪业是极大，他用极大来形容这两者的呃就是罪业是非常大的。 他入云，杀生之上无他罪啊，也就是杀生除了杀生之外的，没有比这个无他罪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没有罪，而是没有比更比他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罪，它就是这样的意思。事不善，是不善终，邪见重啊。那么就是说十不善业当中啊，最严重的是哪一个呢？就是邪见的罪是最重的。所以说呢，这两者。 由此可见呢，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严重的这样。除了地狱众生以外呢，没有谁不畏惧死亡。除了地狱终身、呃、众生的呃众呃众生之外的话，那么其他五道的众生，包括恶鬼道的、畜生道的、人道、阿修罗道、天道，没有一个不怕、不畏惧死亡的这个众生呢。 因为地狱里面为什么不怕死亡呢？因为太痛苦了。这样所谓的生不如死，真正生不如死是就是在地狱当中。因此呢，他说没有众生呢、啊、不畏惧死亡的，也没有比自己的生命更珍爱的了。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对自己。 呃，这种生生命的真爱，我们宁愿放弃所有一切，都不愿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呐。人人都是如此。那每一个众生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每一个除了地狱道的众生以外，他说其他都是这样，特别的畏惧死亡。因此呢，杀生的罪业特别大，因为呃，就是我们剥夺了他最不愿意放弃的这个生命。 我们呃被我们剥夺了之后，由此可见他的罪业之深重啊！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不是有讲过、啊、也就是杀一条生命要反凡五百次的这样的一个生死来返还呃这样的一个罪业，就是因为太珍惜了，知道吗？我们太珍惜了，即使是我们讲的我蚊子啊，或者是蟑螂啊，哪一个不怕死？没有一个不怕死啊！这个世界，啊。所以说呢。 但是我们，也就是我们自身的一种力量，也就是强力去剥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权，那自然而然这种业就变得很重了。所以说呢，杀害一个众生呢、啊，他说这个众生要偿还五百次生命，就是这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太珍，呃，珍惜个、呃，就是每一个众生都珍惜自己的。 此外呢，《念住经》中说，杀害一个众生需要在地狱中租一个中介啊，那一个中介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那么，呃，我们讲的一个中介，呃，是大概是多少呢？啊，八十个中介是一个大界来的，那八十分之一个界，界一个中介，知道吗？ 撑住坏空，每一个都有二十个中介来，那么整个加起来有八十个中介，才算是一个大界、啊。那我们现在呃呃那个在讲，也就是说现在科学在讲说，我们现在地球的呃已经存在，比方说有四十亿年了。那这个只是一个住的时候啊，存在的时时候。 那还完完完全全没有，呃，没有到，呃，就是说我们讲的，呃，坏的时候啊，知道吗？形成的时候它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住的时候也有一个二十个中介、啊，也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已经存在了四十、四十一个、四十一年，那再经过四十一年或者更多年，它可能就开始，呃，就是毁灭了。 那毁灭的过程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不是哦？今天说灭就没有了，就就完全毁掉，不可能的，知道吗？因为宇宙之大，它当然在宇宙的这个空间来讲，它对也许它只是一个一刹那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讲，那种时间之长，我们很难去形容，知道吗？很难去形容。 所以说，一杀一个众生呢，需要在地狱中一个中介的时间。那我们何止是一个啊？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因为我们还杀了多少众生呢、啊？知道吗？所以说，在佛教里面说要修行，要修行，要忏悔，要忏悔。我们有修不完的法，忏悔不完的罪呀、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就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然后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些障碍呢，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知道吗？但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很冤枉啊，我做了这么多善事，偏偏很多不顺不好的事情都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这样啊？很多怨天尤人的这样的一个话，啊，就我们经常都有这样。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啊 但没有造这种业的人，他也永远也不会成熟这种业的果报在身上。但是，一旦我们造下了这种业的话，始终都会报回来的，知道吗？就我们说的龙树菩萨嘛，龙树菩萨他是一个大菩萨，那刀剑不入的一个大菩萨。那最后是怎样？呃，就是说那个，也就是一个国王的王子要了他的头。 他拿刀剑来去，呃，就是砍头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他说：“哦，他就笑着说，他说我以刀剑的这样的一个，呃，所造的果报呢，已经在五百世之前已经就清净了。”他说：“但是呢，我过去呢，割那个吉象草的时候呢，不小心割掉一个小虫的头，那个果报呢，因为这是无心之过吧。” 虽然他也有那个呃报应呢，但是这是无心之恶，迟迟还没有报啊。如果他说你拿一把鸡香草来砍我的头的话，他说我的头会掉落啊。他就拿一把鸡香草这样一挥的时候呢，他的头就飞到天上去，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即使是大菩萨也没有办法避开这样的一个因果。 何况我们凡夫俗子啊，生生世世以来，我们有这么深重的这个罪业来讲，就更不用讲。所以说呢，我们修行的重要，就是说，为了消除我们无始世以来，直到今天所造的这些罪业啊，也就是我们的三门所造的杀、盗、淫、王等等呢、啊，所有的罪业，都需要有我们忏悔的方式去清净啊，得以清净。要不然的话，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大菩萨，他们都需要，也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果报。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呃都要就说相信，这就是呃这个其中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循环。尤其是以做三宝所依啊，尤其是以做三宝所依等善法为接口造煞。 造杀生等恶业、啊，也就是我们说啊，我们为了呃，就是修佛经啊、佛塔、佛像等等，我们讲的三所依，指的就是我们这边啊所摆的这些佛像啊、佛塔，甚至呢，我们讲的佛殿等等都一样的，也就是这个作为借口，我们去杀这些众生，他的罪业，他说罪业特别严重啊，你根本不能。 借用这样的方式去杀众生，那本来佛佛教讲的就是要护生呐，也就是要放生，不是要去杀生呐、啊，反而就是你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去伤害众生的话，他说这种罪业就更加的严重了。帕当巴尊者说：“以恶建造三宝像啊，江北后世风吹走。”也就是说，你用这种方式来。 啊、呃，就是说伤害众生的方式来，呃，建造三所一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呃，佛经、佛塔、佛像，以及呢佛殿呐、佛堂、啊、等等呢、啊，将被后世风吹走。也就是这样呢，啊、呃，我们的后世风，呃，这些、啊、他说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也就是我们的这就风吹走，或者说你会这样呢，因此会造下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 啊，果报这样的一个后果。同样呢，有人自以为把上师、深众们迎请到家中，以所杀众生的血肉供养他们，是修善法，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必将使一切施主、福田，也就是包括福田指的是僧众相许，都染上了杀生的这样的一个重罪啊，这样的罪业。施主供养食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 因为你是上众生的血肉来供养身众的话，那他说自然而然就变成不清净的啊、呃，这个供养，对于福田来说成了这个邪命了，也就是不好的这个命，不好的业，邪命指的就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业，恶业，这种罪业大大的超过了所做的这个善业啊。 因为我们不不能说，也就是为了呃家里念个经、祈个福，而去杀众生的血肉来去供养啊、呃，这个生众。除了高僧大德杀害众生后啊，立即使他们复活复活以外呢，一般人相信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污染的。那这种高僧大德不是一般的高僧大德，也就是说杀了众呃杀了生之后，还可以让他复活的。 这个呢，我们在嘎托第五组，第五组时代就有一个叫做一切本法尊者，他在建造这个呃佛，呃就是佛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欠缺那个呃这些工人们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有些人故意呢拿了一千只羊啊，一千只羊啊就是供养给他们。 然后呢，叫他们就是宰杀来拿来吃啊，也就是作为那些工人们那这个食物。那对，呃，一些本巴尊者他就接受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去杀这个一千只一一千只羊。那对于现代来讲的话，几乎是一个呃神话般的一个故事啊，知道吗？然后就他就要求说，你们杀的时候只能拿它的肉。 但是不要去伤筋动骨啊，他没有这样。然后呢，也就是把肉这些拿完了之后，每一个就有让他把那些呃包在他的那个皮里面呢、啊，全部包包起来。然后包起来，最后呢，他弹之啊，弹之，所有的这些羊啊，全部都起来。所以说，我们对我们来讲，现代来讲的话，很难去相信这些知道嘛。 但是这个是我们噶托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可以让他们复活以外，这里也讲啊，巴珠尔默切也讲，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成就、这样的能力的话，你可以去杀升。除此之外啊，千万不要去。他说是法，如果你一旦做了这种事情呢，他说这个果报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知道吗？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说呢，这一千只羊。 后来呢，也就是有呃全部红光化身，呃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我们噶托有十万个红光化身当中有一千一千个是羊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呃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呢，你有这样的成就，他说可以，一般人相信没有不被杀生的罪业污染的，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呃以这种方式呃来供养。 这些身众，或者是说你是身众也，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相用施主的这样的一个不清净的供养。上师门呢，也一定会危害他们自己的寿命或者事业。如果你这样呢，也就是说这样去相用的话，那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呃，本来你可以长眠的，你一旦这种呃相用太多的话，你可能。 造成什么呢？短命呢、啊，也就是因果的角度来讲，啊、呃，我我们有一句，也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啊、呃，打打多平报，杀杀短命报。如果你就是打众生呐、啊，打人打这些啊，也就是这样呢，呃，伤害众生太多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呃一生都是病痛啊，知道吗？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太多的这个病痛啊？ 跟一般的健康人不一样呢一，一 <coughs> 一生下来他就有那么多的病痛啊，被那个病魔这样折腾的这种人呢、啊，说明说他过去也就是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事情呐，打人打众生的这样的事情，导致今生他就身体不好的原因就是这样，知道吗？杀杀短命报，那有些众生呢，有些人呢，生下来不久。 就夭折，或者说年轻的时候就死去啊，这些是什么呢？也就是杀业太重的原因其实这些都是因果的一个循环。因此呢，除非能将所杀生的这个神式呢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呢，必须竭力断除杀生这一个恶业。如果你有能力超度这个。 呃，他的这个呃灵魂，他的神是往生极乐世界啊，那这这种呢啊，你杀再多其实是好事啊。比方说，弥勒日巴尊者，他当时下冰雹，他就杀掉很多被冰雹打死的那些小鸟，他就很痛心呐、啊。然后呢，他就把它抱在呃他的怀里。 然后就放在自己的上司的面前，他说：“我本来是来学法的，结果让我造了这么多的这个害业啊，然后呢，呃，我又搭死了这么多的这些。当然，他捡回来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他就很痛心的跟上司讲，那、啊、上司说不要紧呐、啊，不要紧。他说这些你当将来成佛的时候，都属于你的第一捐数啊。他也不相信呢、啊。这个时候，他上司。 就给念了一呃一经文呢、啊，这样一坛子就全部都活回来了，知道吗？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能力，也可以，也就是杀杀了之后呢，可以超度他们的神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他们的这个祖师吧，啊、呃，米拉尔巴祖师，他呃他的上师叫马尔巴也是，马尔巴也是的上师叫拿罗巴尊者。 那罗巴尊者当时去找那个迪罗巴的时候啊，那迪罗巴他在做什么呢？做烧烤啊，也就是活生生的鱼做烧烤。那边，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还会拜他为师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那边铺下来就请他收弟子。他那边边做烧烤，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鱼，就摊一只，一个坛子，然后就插在那个柱子上，就那边做烧烤。 然后呢，他也就是实际上呢，一条活生生的畜生道的众生呐、啊，他可以用这种超度泼挖的这样的一个超度的方式，他可以把它马上就说呃，给他转世到极乐世界啊，他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呢，他们可以杀生了、啊。那么他们的杀生跟我们的杀生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说呢，因此呢，这里讲。 你除非有这样的能力把他们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呢，必须竭力的断除杀生这一恶业啊，因为杀生的这个罪业太重了。就上面所讲的，我们要回，呃，回返就是五百次的这样的生命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呃，就说，呃，要杀生的时候不得好，呃，不得不好好的去考虑要不要杀。 要不然的话，将来我们是跑不掉的，任何人都跑不掉。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呃，现在我，呃，就是也许我就可以去忏悔这样啊、呃，我相信也就是，呃，一个忏悔我，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啊、呃，真正的这样去那个。所以说呢，我们要忏悔的是因为过去无知当中所造的这些恶业要去忏悔，并不是说，哎、呃，我可以忏悔，我就随便的去滥杀这些啊。 那这些都是用啊的、呃，如果呢没有戒心的话，就是怎样去发露忏悔，你都没有办法清净的。没有戒心就没有办法清净。所以说呢，也就是四种对治你当中啊，讲的就是没有戒心是没有办法清净我们的业的。那一旦我们现在知道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说，哎、啊，反正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忏悔的呃法门呢、啊，啊、呃，现在杀不要紧哦。我 下下面我们慢慢去忏悔就行。如果以这样的心态的话，他说是没有办法清近我们的这个罪的，这个业的。那么我们能够忏悔的是什么呢？过去在无知当中所造的这些恶业呢？它是用这种我们能够，也就是将来不再浮躁、不再杀生的这样的一个前前提之下，才能够得以清近。所以说呢。 忏悔里面，他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即使在相续中升起一刹那的邪见，也就是刚才讲的是杀生，现在就是邪见，也将失毁一切戒律啊。也就是我们对佛法、对三宝、对因果啊、呃、等等呢、啊，方方面面呢、啊，也就是产生了一刹那的邪见，也将失毁一切戒律，不能列入佛教徒的这个群体当中啊。 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佛教徒，那我们能够保持就是不生邪见的这样的一个清净见吗？那也是很难的。其实啊，这也是很难的。所以说呢，一旦产生了邪见，它会实毁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包括皈依也好，呃，所有的这个外边解脱戒、内菩萨学处、密三门戒啊等等所接受的这些戒律呢，也都会。 呃，被我们的刹那的这个邪见呢、啊，石毁，都毁掉，不能列入佛教徒的群，也不算是闲暇的人生了。那当然，也就是邪见者不是，不能算是十八暇满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宝啊。我们讲呢，那、呃、这样的，那他说也不能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香雪已经被邪见污染，当然这个，呃讲这个讲的所谓的邪见，就是完完全全的。 啊，对佛教呢，完全的生不起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正见，呃，任何的信心而言呢，从此以后呢，即使是行善也不能去入解脱神道啊，因为你的这个相续被邪见污染的话，那我们肯定所作所为都没有办法取入一个解脱的正道。我们要清楚。 呃，一点就是解脱正道、哦，解脱正道。当然，我们的在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个善呢、啊，善有善报，那是一定的，一定会有的。这种普通的善，那这种果报只能是我们时间上的福报而已。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邪见污染了我们相续之后呢，那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解脱道上的啊、呃、这样的一个资料 啊，呃、就是不能取入这个解脱道，造罪也没有忏悔的这个对境了、啊、对境。那么我们造了罪业之后呢，我们忏悔的对境是谁呢？三宝啊，啊这些。啊，那我们都对他们产生了呃邪见呐、啊，根本生不起信心的话，那他们怎么作为我们的后盾，那呃依靠他们来忏悔清除我们的这些业障呢？也是没有办法的。他说。 所以说呢，也就是这个杀生跟邪见这两者呢，在十不善法当中，他说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尽量去避免。第一个是杀生，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投过。当然，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是天生就啊、呃、具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然后有真见的。那要建立真见的话，必须透过问思修的这种方式，慢慢的让我们认识这个呃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啊、呃、它的一个真谛啊。 也就是包括我们讲的时宿、地、生、余地啊，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透过长时间的文思、修，来慢慢的认识，慢慢的把自己的信心对呃佛学的这样的一个呃正见呢、啊，要慢慢建立起来。没有一个，也就是天生就是有正见的。当然，佛教也并不反对，也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疑问呢、啊。当然，我们的疑问跟邪见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有呃自己的疑问，我们提出来，也就是呃解惑嘛，解解除我们的这些疑惑是有必要的，而且这些都是透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啊呃,呃要去达到的呃这个部分呢、啊。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啊、呃、需要学习的这种方式来慢慢的啊、呃、巩固我们的这个呃对。 这个法的这个证件跟信心呢，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十不善业的果报，即每一种呢不善业各有四种果报啊：一、树果；等流果；增长果；失永果啊。他说，也就是如果说一旦我们造了这样的一个呃十不善业当中的其中的呃一种业之后呢，它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呃，就是不同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果报，我们总认为就是呃一种就完了，就没有别的。其实他说有四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果报。第一个呢，一树果，无论是四不三业中的哪一种，如果是因嗔心而造，则躲入这个地狱当中，也就是贪嗔痴里面。如果我们嗔心而造的，每一个杀倒淫。 以及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王语呀、啊，呃，恶口啊，两舌啊，绮语等等这些啊，呃，就是任何一种，我们都是用我们嗔心为动机而造的。他说必将会堕入到地狱当中。如果是因贪心而造，则转生恶鬼。那贪心，我们昨天也讲过，贪心指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吃这个众生的肉，我们不是嗔恨心呐、啊，啊、呃，来造的，而是要吃他的肉。 呃，要穿它的皮啊，啊、呃，皮毛的这样呢而造的这种，呃，杀杀生，比方说用这种方式去杀害众生的话，那么它最后呢导致我们，呃，就是呃导致我们什么呢？呃，就是下堕到恶鬼道当中。如果是因痴心而造则，转生为旁生，那么这种呃呃痴心指的是什么呢？愚昧无知当中去杀害众生呐、啊。 甚至把杀害众生当作是我们共神共天的啊、呃，好像呃，这认为说这样呃是好事的这种做法呢，它是一种愚昧而杀生的这样的一个动机，造成呃最后呢我们会转生在旁生。旁生指的就是我们讲的出生道里面，如果生于那些恶趣中，也就是生到这些恶趣之中，需要感受各自的痛苦。 那地狱道里面有各种啊、呃，我们讲的啊、呃，就说啊，十、呃、八层地狱嘛。其实十八层呃呃，地狱不是十八层，它是有八热地狱啊、八寒地狱，然后呢，金边地狱，还有呢，啊、呃，就是日受地狱等等呢，总共加起来八八八加八，啊，就十六个，再加上呢，呃，就是金边地狱十七，17, 然后呢，日受地狱十八。18, 也就是所谓的十八种地狱，我们只能这样讲。那么所谓的层也是有，比方说，就像那个呃八热地狱的话，就是呃一层一层的，也就是最下层的地狱叫做什么呢？金刚地狱啊。我们讲的金刚地狱，就是说昨天我们也讲过，除非说呃真正的造了造下五无间业的这样的一个重罪啊，才可能有可能下堕到这。 这个金刚地狱当中，要不然一般的人，呃，是不可能会下到到这种啊、呃、地狱当中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十八种地狱里面呢，每一层的也就越往下的时候，越深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呃痛苦越重，而且呢，他们的寿命也是越长的。所以说呢，要感受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么。 恶鬼道众生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呃恶鬼道的众生，所以说呢，他们需要感受恶鬼道的痛苦。那么旁生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出生道的痛苦，那大海当中的这些呃小鱼被大鱼吃掉，那么呃就是我们陆地上的那些啊、呃、野马啊这些都被狮子啊啊、呃、那些豹啊，或者是那个呃猎狗啊等等这样去。 那、呃、他我就在这个里面讲了，要吃一草一口草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去观察他们周边会有没有就是呃伤害他们的众生呢、啊，一点也就是说，呃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这样呢也就是很呃就是惬意的，呃很享受的这样来吃东西。所以说呢，每一个众生他们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很难去想象的痛苦。 要遭受这样的一个痛苦，需要呢感受各自的痛苦，或者呢按烦恼的程度，呃，动机分为上中下三品。所谓上品是指贪嗔痴极其出众啊，也就是呃，因为我们各自的动机的，也就是呃轻重，而有那个呃我们呃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业的出众呢，他说也有差别的，并且呢长期。 积累这个恶业，最终呢堕入呃到地狱当中。中品者，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轻呃呃就是轻重的这样的一个差别。中品指的就是稍微比呃地狱道的要轻一点的会转生到恶鬼道。下品呢，在这个当中呢，也就是呃最轻的这个呢，都会转生在畜生道里面。 所以说呢，我们在贪嗔痴，我们不能说是完完全全的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啊、呃、贪心的这个部分如果太出众的话，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下堕到地狱里面。那么嗔恨心呢，如果很轻的这样呃嗔恨心来讲，也许我们呃转生到那个呃旁生道、畜生道当中也有可能。所以说呢，它以这种呢呃贪嗔痴。 呃，就是以它的这个轻重而有所差别。第二个是等流果，由于呢一树果的干遭，或从那个恶趣中解脱后呢，获得人生。比方说一树果，也就是最严最重的这个呃果报呢，已经成熟，成熟完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呃地狱道里面呢得到解脱，又转为人生呐啊、呃、人生，那时候呢所感受的痛苦。 名为等流果，那么也就是等流等流果。但是呢，在恶区中也有许多与各自的业因相同的各种痛苦。等流果分为同行等流果跟感受等流果两种。那同行等流果指的是什么呢？与前世所造作业呃造业相同。如果前世是以杀业为生的人，先是先是也喜欢杀生，知道吗？ 也就是过去呢，你喜欢杀生的人，也就是以杀业为你的这个呃业的话，那么现在生下来之后呢，你也很喜欢去杀，呃杀生的，也就变成这个，这个叫做同行等等流果。如果前世是以不欲取为业的人呢，先世也喜欢偷盗啊，不欲取指的是以前喜欢偷东西的人，那现在生下来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呃这呃过去的那种熏陶一种习性呐、啊、一种习气，也就是断不掉我们的那个过去的那个习气，而变成什么呢？现在也喜欢偷东西，那过去喜欢杀生的，现在也喜欢杀生。所以说呢，小孩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其实这个、啊、是最明显的让。 所以呢，有些人在孩提时代总是见到那个虫蝇等，便杀害他们，也就是小虫啊。这些时候，呃，他们就很喜欢杀这些，喜欢杀生的这些人是前世造杀业、杀生恶业的这个等流果，而造成现在也喜欢杀生。同样呢，从幼年时期呢，人们有各自前世造业不同，所以呢，有些人喜欢杀生，有些人喜欢偷盗。 有些人不喜欢这些恶业儿喜欢善业啊，知道吗？善业，那也就是比方说，呃，呃，我们讲的、呃、怎么讲呢？积公活佛嘛，他是呃一个很富有的人家嘛，然后生下来之后，他们就在他的面前呢放一些啊、呃、东西啊，比方说念珠啊、刀啊，或者是钱币啊，这样。 就是说，呃，听说他就只会呃拿那个念珠嘛，也就是比方类似这样的一个小孩儿，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讲天真无邪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儿，这个时候是很明显的，知道吗？很凸显的。比方说我们罗嘎法王啊，他们两岁的时候被认证的，认证的时候呢，他们拿了一个老堪布他前世的一个戒指啊，大的戒指啊、呃，那个是他。 一生都戴戴这的，然后呢，那个就是他们给他放在前面的时候，那个小孩就拿那个戒指就戴在他过去戴的那个手指上啊，就是这样啊，不管怎样啊，当然都是有习气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说法王这样啊，被认证之后就是无误的，他就可以选中他过去，而且这个时候没有人教的，就是他天天生的天性的。 也就是过去的一种呃，这个呃习气吧，一种习惯。当然，习有善的习啊，恶习都有。那这个因因此呢，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呢，这里讲的就是呃这样的一个含义。这都是前世所造善恶业的这样的一个传系，或者是等流果所致啊，也就是等流果呃造成的。 入金云，过去生何处当？当闲。尽此生，未来生何处当时？当是呃呃，尽、呃、此生了、啊。也就是说，欲知呃，中国有一个，其实就是那个翻译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其实我们。 要看，也就是过去我们是个好的，或者是坏的，你看看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他说不难明白。那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你就看看今生你在做什么，你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的行为好的话，将来我们肯定是会，也就是生啊，就是不说啊，就往生极乐世界吧。 也就是起码我们会升到三三道当中啊，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今生的行为作恶多端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指望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呃后世后世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切都是我们的业，就是因业都会变成将来我们影响何方的这个因业，知道吗？所以说呢。 这个，他说我们就不需要问太多的上司啊，就不需要他们来让他们去判断，自己判断是最最正确的。所以说呢，我们将来想往好的方向或者是不好的方向，都是我们现在能够做主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并不是问谁，谁都没有办法啊给我们决定将来我们身去何方啊，没有。 任何人都做不了，因为也就是我们是不信上帝的，知道吗？如果我们信上帝，那我们就听上帝安排。但是呢，我们佛教讲，我们讲的是业力因果嘛。那么业力因果，我们是在做恶呃做恶还是做善呢、啊？善与恶之间，那这个选择完全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啊！现在就是刚好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业。不但人是这样，动物也是如此啊。那个他说，呃，要鹰或者是饿狼等喜欢杀生呐、啊，那他先天就生下来就是杀生的，因为过去他也是喜欢杀生的，也就现在也变成呃类似要鹰呐、啊、这个饿狼等喜欢杀生，老鼠呢喜欢偷偷盗啊。 老老鼠，呃，生下来也就是偷东西的嘛，啊、呃，他就是一直偷，呃，东西，这些都是各自前世所造恶业的这个等流果而引起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行为将来会导致什么呢？那就是下躲到恶道当中啊，也就是愈显愈深嘛。所以说呢，千万不要，也就是做太多的恶事。一旦下躲到恶道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往下躲、啊。 一直往下躲，躲到地狱里面呢，然后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业力啊，全部都清净，才有可能往上走。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生生世世以来啊，我们做到人的这种机会是特别的渺茫的，知道吗？太渺茫了。所以说呢，我们必须也就是想方设法要求解脱。 起码呢，我们有升到三三道的话，才有机会真正的求解脱、啊、要不然躲入三恶道的话，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不但不可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所谓的解脱是什么。所以说，只有我们在人道的时候有可能吧，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佛法，让我们倒向这个解脱道。 这个就是同行等流果。第二个，第二个是感受等流果呢？事不善终，事不善终。每一种不善业各有两种，即是前世杀生，果报为今生短命多病呐，也就是刚才所讲的打打多病报，杀杀短命报。那过去我们喜欢杀生的，那今生啊、呃、变成什么呢？就是短命，很短呐。 本来就是，呃，有些就生下来就要这，有些就中，呃，中青少年就这样死去，那中壮年呢，啊、呃，就三四世、四五世、五六世的，也就是很很多都，呃，就是很少真的，也就是年老这样自然死去的，呃，很多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呃，果报的原因是什么呢？杀生太多。 然后呢？过去呢做了太多的坏事、啊，而今今生多病呐。这些有些婴儿刚出生便离奇死亡，这是以前杀生的等流果。所以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与许多失中刚刚出生便死亡了，不不一定也就是这些刚呃呃夭折的这些婴儿啊，只是、呃、这一次而已哦。 他讲呢，也许都是，呃，就是刚刚出生，特别是现在来讲的话，堕胎的这个，呃，呃，就是神行这样堕胎嘛，呃，太多太多的、呃、这些，呃，当然他们这些小孩啊，根本都没有出生的机会啊，这样嘛，都被呃胎中就把它打掉了，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为什么呢？一般的就是说。 啊、呃，可以就是正常的这样生下来，往往太多的这些那、呃、婴儿，他们都需要这样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等流果，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杀生的等流果造成的。还有些人呢，孩提时代便遭受多种不同疾病的折磨，一直到年迈死亡之间呢，没有不患病的时候，也就是说。 体弱多病呐、啊，一直也就是虽然是没有食疗，但是呃生不如死，一直就是一生一世都遭受这样的病苦的这个折磨的人也是很多，类似这样，这也是往昔杀生或者殴打别人的恶业呢所成熟的果报。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应考虑摆脱这些疾病的多种医疗法，而应该呢，进行发露忏悔往昔所造的这个罪业、啊 也就是在佛的佛学的角度来讲，你不是说就想方设法摆脱这样的一个病呢、啊？那我们当然人都是希望呢，吃一点药，看呃医生呐、啊。也就是现在呃这个医术越发达，能够切除的切掉啊，整个动手术这样那样的手段也太多太多。那我们都很喜欢用这种手段，但是呢，我们很多高僧啊、呃、这些啊，他们。 觉得就是自己患上这种病，就是过去的也里引起的。一旦是这样呢，他就用这种方式去好好去忏悔。只有呢，你遭受这种痛苦，就是折磨的时候啊，你的心才会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呢、啊，透过自己的感受来，就是发怒忏悔。自己也是过去让众生呢、啊、遭受了这种的痛苦，所以说呢，现在。 所谓的感同身身受的这种方式去忏悔，那么他们不但不会想方设法去解除自己的病痛啊，而且觉觉得，也就是这就是上失三宝加持自己呢，要得这种病，也要为了自己呢，清净自己过去所造的这些业力而迟愚的这种，他们用这种呢，呃，心态来接受所遭受的这样的一个病苦。 所以说呢，他们用这种方式，我们讲呢，如果我们能够现世现世报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很快就能够亲近，知道吗？很快就能够亲近。如果我们等到下一世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条生命，我们可能要遭受五百次的这、呃、这样的一个才能够亲近的、啊。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亲身经历的时候。 未必是一件坏事啊，知道吗？中国有一句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未必是一件坏事。啊，所有一切，只要我们的念头一能够转，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因果的这种方式来接受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呃亲近我们业里修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呀、啊。所以说呢，我们有些时候呢，遇到一些。 麻烦的事情、烦恼的事情呢、啊，不妨用这种方式去调整我们的心态。你不不不这样接受啊，其实也没有办法避避免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产生呐、啊。如果你可以，也就是这样转念，把它当做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机缘的话，这个当下是可以清近我们无始世以来的很多的这样的业障的，知道吗？ 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呃，就是说想要得到快乐、安乐，这是我们很实数的一种心态而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多成就者为什么他们要偏要去吃苦，这样啊、呃，就是要做苦行来做修行呢？那又何妨呢？那有有必要吗？比方说，米拉日巴祖师啊，在山上啊，吃的都没有啊。 吃的都是荨麻，荨麻是一种草，最后长成什么呢？皮包骨而且整个身体都变成绿色了，知道吗？很多人见到他的时候，他们都怕他，这个是人还是鬼呀、啊？他们觉得已经修到这个成就，他还发愿呢，发誓说他为如果是为了今生今世的这个呃饮食而下山，到那个乡下去。 讨饭呐、啊，讨吃的话，希望呢，也就是失三师三宝护法端住我的这个命呢、啊，让他死去，再转成一个真正能够，也就是吃苦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发这样的大愿，知道吗？所以说呢，所谓的成就成佛，不是说一一代劳的，知道吗？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吃不了苦。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成就，就是这样来的。那弥勒日巴祖师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很凡夫，这呃这样的一个数子啊，而且是一生他的上半生做做了太多的这样造了太多的罪，因为他身心因果，他觉得说如果他今生今世成不了就啊，也就是成不了佛，他没有机会啊，他觉得这样才会。 下功夫啊，下苦功夫，这样来修行，最后最终他成就了，知道吗？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啊，我们不需要把有些不好的这种烦恼，就是当做是我们的一个呃修道上的障碍。实际上呢，这种障碍也许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转我们的念头的话，那就是我们修行最好的时机啊。那修行最好的顺顺缘。顺 所以说，我们需要，也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在修法上来讲，它是最关键的，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其实啊，所以说呢，我们呃，就说一直不要觉得说，啊，我今天很开心，很快乐，是一件好事，未必是这样、啊。就看我们怎样去看待。所以说呢，有些时候烦恼并不是呃。 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痛苦，它是给我们啊、呃，给我们更多的机会，让我们修行、呃。只是说我们不善于这样去思思考，或者是调整我们的心态，而造成什么呢？因为烦恼而烦恼，没有办法修行的原因就是这样。不欲取的感受等六果，受用非常贫乏，也就是过去啊偷盗啊这样啊，现在变成什么呢？很贫穷。 假如有少许财产也被强夺，或者是被偷走，知道吗？被别人抢了，就是当勉强，或者是呃背后呢偷，被敌人共共同享用。所以呢，现在财务受用贫乏的那些人，尽情劳作入山王，不如积累呃如火星般的福德好啊。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勤劳。 那、啊、如果说你真的没有福报的话，他说也没有用处，还不如呢，你就是种一点，就是火星呐、啊，火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福报，种一点这个福报。那这些都是有那个呃故事的。过去有一个成就者，这个是一个成就者哦，他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穷困潦倒啊，连那个就说上一顿不接下一顿的这样的，知道吗？ 他穷到这个程度，他把修当间护法，也就是可以人与人与人之间交流，叫他去做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帮他做，就是给他掏掏不来什么食物啊，知道吗？他可以说穷到这样的程度。有一天呢，有一个施主施舍那个粥啊粥，然后呢就回来之后，他就问他：“哎，你今天？”他说：“我今天给你了一个加持。” 加持我的，我们讲的，我这我这个也就是成就的意思。那么他说没有啊，我没有感觉到你给我什么。他说有，他说什么？他说今天你的那个碗里面不是有一大块肉吗？啊，他说他用了很大的力啊，才让它掉落到你的碗里面的，知道吗？所以说就像这样啊，一个成就者，如果你过去没有修福报的话， 还是一样的，很穷困潦倒的，知道吗？他可以这样，最后也就是这个呃人，也就是饿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去累积这个福报的话，那真的就是他说你尽情入山亡啊，还不如种一点火星般的这个呃福报啊、呃，他说更重要。所以说刚才我们前面也讲过，神者呃注重的，就是重音呐、啊。 那么我们愚者凡夫注重的，就是呃德国，那么我们没有种这个呃善因的话，想要得到呃，就是说呃好的果报，那真的是所谓的异想天开啊，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呢，才会误自己或者是逼自己呢，走上了这样的不归路。 如果自己没有以往呢，往昔不思之果而获得财物受用的这个福分，那么今生无论如何尽情也没有利益。比如我们经常看，看到大多数强盗、窃贼啊，每次获得许多的这个财物，若经常获得那么多，恐怕大地也难以容纳。他说，强盗跟呃，就是偷窃的这些人呢、啊。 他们看起来就是经常会拿到很多的财财物，但是他呃，八柱仁波切说，从来都没有见见过那个强盗跟那个很富有的这样的强盗跟呃偷呃偷贼呀、啊、这样那多。如果说按理来讲，如果他们所抢来的这些呃财富啊这些累积起来的话，他说都这个呃大地都很难容纳的，应该他们是很富有的。结果呢，他说。 呃，与之相反，偷盗度日的人，最后呢，因饥饿而死。同样可以看到，商人或者相用信财的这些人，相用信财指的就是我们出家人呐、啊。无论获得多少的财物，也没有利益。如果有往昔布施的果报，有些人虽然不经少份，辛勤劳作啊、哎，有些人他根本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有福报的人，比方说，我经常在讲，如果我们真的有福报啊，就生在一个富翁家庭那、啊、该多好，什么都不用做啊，都可以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呀、啊。但是往往呃，就经常在，特别是在新加坡来讲啊，最辛苦的就是那些呃，就是外外地来的这些劳工啊，知道吗？他们付出是最多的。 在那么炎热的这个呃天之下，他们付出的最多，也就是只能在路上这边摆一张那个呃纸啊，那个上面吃饭呢、啊，知道吗？多可怜呐、啊！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劳作就可以得到的，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福报的话，不管怎么努力啊，都还是一样的，也就是上餐不接下餐的这样要。 楼数在外面这样要过的，所以说这里讲就是我们需要去累积资粮啊，呃，就是福报，才会有呃，就是说我们讲的享不尽呐，呃，这样的一个荣华富贵，这样，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想要得到太多太好，呃，这个啊，他说是很难很难有的。 如果有往昔的这个布施果报，有些人说然不，但他们一生财源不断。若想财福滚滚而来，就必须尽情与共施啊，也就是上供下施。我们讲的这个布施嘛，嗯、呃，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供养，供养也其实是一种布施啊，知道吗？只是说供养的对劲呢，啊、呃，他们我们称之为福田。 因为他们是三宝，他们是不共的这样的一个啊、呃，就说呃这样的一个福田，所以说他的这个呃福报会更大，功德会更大。南瞻部洲是业力之地啊，特别说南瞻部洲，我们这个世界是业力之地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业力啊很清晰、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哎、呃，就是你做了善的话也有善报，恶的话也有恶报，这个很明显的地方。 前半生造业，大多数后半生就会成熟，意思就是他的这个成果报成熟，他说是很快的。如果遇到殊胜的福田，瞬间也会成熟，也就是说很殊胜的这样的一个福田的话，他说呃很快就会成熟。所以呢，为了发财便以闲狂手段经商，或者呢尽情偷盗等不予取者。 即使所欲所行呢、啊，背道而驰，也就是自己想要发财的结果呢，自自己用很不好的手段去，呃，这样呢窃取别人的财富，那导致自己牢狱之灾的种种啊，也是比比皆是。所以说呢，就自己想要得到的跟自己的行为呢，就完全是背道而驰，导致呢，呃，宿界中无法从恶鬼之处啊得到解脱。 今生也是同样，最后呢，业业力干召讲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恶劣，或者呢，虽然拥有少许的财产，呃，却无权享用啊。也就是说，自己呢有一些财产呢、啊，但是自己呢没有权利去享受这个，或者呢由自己吝啬，呃，自因而导致自己越富裕呢越觉得贫穷。 那么也就是这个呢啊，当然也就是各个地方都会有，越富有的人呢、啊，也就是越不知足，也觉得也就是自己什么都没有，呃、啊，就心就变得越来越穷，知道吗？哎，因为就自己想一次累积一次累积，就舍不得这个啊，自己去享用。特别是我们啊藏区啊，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呃、啊、一些人呢、啊，啊，一天到晚都呃。啊 呃，唱自己穷啊，也就是说自己穷，就是实际上呢，他们拥有的比别人还多，但是呢，你心里不满不满足啊，那你自己就是心里就啊、呃、这种贫穷啊，这是最可怕的。其实啊，那么你拥有的一切，你不但呃不会做去去做布施啊，上供下身，连自己享用你都舍不得。 而且呢，一直长穷，一直长衰，这样呢是很可怜的，或没有财物一样啊。这种人呢、啊，没有财物，财物一样，或者呢，其财产成了恶业的这个因等等。那你对这个财物的这种贪心，而造下什么呢？将来你会下堕到这个恶鬼道的这个因呢、啊？所以说，这个这些呢，他说恶业之因等等，有些虽然拥有财产，却不相用。 如同呢，守护宝藏、宝藏、宝藏的这样的恶鬼一样啊，他说，你变成了就是守守护你呃家里的这些财产的这个呃就是恶鬼，就根本你没有权利去享用你所拥有的，又变成了就像没有死之前就变成恶鬼一样的人，因此呢，表面上虽然是富，呃，富翁形象的那些人。 但如果呢，三家观察他们的财产，如未能用于为今生与来世心腹之因的正法和安闲生活的，也就是正法上上供啊，也就是为了呃呃，我们讲的就是弘法立身上啊，没有用到弘法立身之上，甚至呢自己安闲生活，指的就是自己好好去享用的呃享用的话，生活上的衣食上。 这他们比穷人更可怜，而且他们现在都已经感受到了恶鬼的等流果，这是不清净不思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邪淫的感受等流果，丈夫或者妻子啊，相貌呃相貌呃丑陋,陋，或者呢邪怠懒惰，呃，有如呢也就是相互之间呢、啊、夫妻之间呢、啊，呃，有如呢仇人相遇一样啊，也就是呃。 呃，跟啊、呃、遇到了自己的仇人一样。现在大多数夫妻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呃，互相怨恨呐、啊，恶语争吵，甚至殴打，也就是说这，这大打出手的这样。丈夫或者妻子认为对方性格恶劣，其实这些也是他们各自往昔邪淫的等流果所导致的，也就是过去自己啊呃,呃在这方面那、呃、也就呃就说。 不好的这样的行为导致了现在呃这样家庭不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导影。因此呢，夫妻之间互相不要升起嗔恨心呐、啊。他说不要升起嗔恨心，应当认识到这是自己往昔造恶业所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果报。要知道这些都是过去自己的这种不好的行为导致的，所以说呢，不应该，也就是说怨天尤人，要更应该的就是要看。 这就是过去自己所造的这样的恶业的后果造成的啊，当应当呢升起忍耐之心，要对方要忍耐，啊，正如帕当巴仁波切所说啊，夫妻夫妻无常，有如即时壳，切莫恶言争吵。当日瓦，当日瓦，他针对当日瓦讲啊，他说夫妻无常啊，但大家都是匆匆过客、啊。 人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而已，就是很难能够在一起。那能够在一起的话，他说应该也就是珍惜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机会。呃，所以说你必须对对方要有这个忍耐之心。所以说呢，他说切莫恶言相向啊，恶言争吵，丁日望门呢、啊。 当日娃指的就是当地的这些，他说当地老百姓们啊，你们这样能够做夫妻也是修来的福报，你们应该珍惜彼此之间，也就是这样匆匆过客，就是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相聚的一个机会啊，千万不要争吵啊。他就跟当日娃这么说的，怕当巴人不听。王宇的感受等留果自己经常遭到别人的诽谤，或者说被他人欺骗呢、啊？ 也就是我们讲打王语啊，也就是骗人的这样的等流果是什么呢？被别人诽谤啊，也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呃，就是说呃错事啊，但是偏偏遭别人诽谤或者是他人欺骗。所以呢，如果现在自己没有过失，却遭到这样的一个诬陷诽谤。 等呢、啊？其实自己，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因果的话，就要知道这些是往昔自己说妄语的果报。因此，我们不要对造谣者生嗔恨心呐、啊，也就是陷害我们的造谣者，也就是不要去恨他们，呃，不要进行恶语，呃，相相向，而应当观想。 以此可以净除我的许多恶业啊！他这样的一个呃，就是说诬陷我、诽谤我，他可以就是为替我呢，也就是、呃、消除很多的恶业。所以他们恩德极大，我们要感恩，也就是我们讲的感恩戴德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并升起欢喜心，驰名无畏周说。那当然呢，要这样讲的话。 谈何容易啊！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不到就不做，我们也要去学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只有对因果产生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呃认识，也就是很深的一个认识或者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呃面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就是伤害我们的。持命无畏周尊者，无畏周就是我们讲的尼麦林巴尊者呢。 他讲，冤冤地反对，一是修行增呐、啊。那冤地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邪行不好的这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他会增长我们的呃修行，修行呐、啊，我们的这个功力。无罪遭到诬陷，便成善呐、啊，也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坏事，反而别人诬陷我们呢、啊，他就是鞭策我们向善的一个啊、呃，呃，就是。 一根变呢、啊，也就是鞭策我们、促使我们呃向善的一个呃动力。此乃呢毁灭贪贪治之丧失啊！呃，这这样呢、啊、伤害我们的就是消除或者是灭掉我们贪治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贪念执着的这个丧失。实际上，他们对我们来讲是呃有极大恩德的人。 当之无法回报，必恩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很难，呃，就是说，呃，报答他们对我们所产生的这种恩德。当然，我们要话又说回来，这就是建立在我们正确的这样的因果观的，呃，正确的认识之上才能这样。要不然的话，一般人诬陷我们的话啊，我们就暴跳暴跳如雷呀、啊，这样吗？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冤冤相报何时了？没有了期啊，会造下更严重的这种果报。那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因果的基础之上，不去呃，不但不去呃对他们产生嗔恨心，反而呢以感恩戴德的方式去接受，要认识，这就是我们过去自己造的这样的恶业的一个果报，道致 今生他们也在陷害我们，所以说呢，这就是断处他他讲的贪治啊、贪念执着的这个最好的尝试就是这样诬陷我们的人，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这些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这个恩恩德是无法回报的这种方式来感恩戴德。 李间宇的感受等流果呢？捐属仆人之间互不和睦啊，也就是自己的捐属啊，仆人之间也呃不和睦，或者呢对主人进行进行反驳啊，也就是不听话，反而呢也就是说呃反唇相讥。例如呢，有些上司的弟子、官员的随从、家里的雇佣等内部大多数人互相互之间不和，并且主人如何劝说也不听从。 啊，不管你怎么讲，他们都不听你的话，反而进行进行这个辩驳。一般家庭的雇佣啊、呃，虽然主人指派他们做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说了两三次还是听不进去，就当做是没有听见呢。直到主人升起嗔恨心对他们严厉合责的时候呢，才慢吞吞、既不情愿的去做。 啊、呃，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呃，佣人呐、啊、仆人这些就不听话，直接就是不听，做完后也不向主人汇报哪一件事情的结果，性格一贯都是恶劣的。这些也是主人自己往昔造离间语，也就是说，呃，造成别人不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离间语所成熟的果报，所以应当对自己所造的恶业升起后悔心。 也就是我们要忏悔我们过去自己造的这些恶业，努力化解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怨恨。恶语的感受顶等，流果，就是经常听到不悦耳的话语啊，也就是说别人啊呃,呃很不好听的这些话语，自己所说的语言也成了争吵之音。本来自己没有什么恶意的，但是自己。 画出来的、说出来的话被别人误解，就变成了争吵之音。总之呢，恶语是十不善业中罪业最重的。他说恶语也这这，如时间也有这样的言语啊，虽无呃尖尖离人语，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虽然它没有锋利的这个锋芒啊、呃、锋芒，但是也能。 刺入人心间呐、啊，他说让人心碎，也就是能够把别人的这个心呐、啊、刺痛的这样。如此说出语，是对方刹那升起嗔恨心，也就是我们的一句啊、呃、不好听的这个也，本来就是好好的一个人，就马上就让他生气啊，也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严厉的对劲，严厉的对劲指的是什么呢？对，丧、呃、失三宝等。 尽说一句恶语，也恶语也将导致许多事中不能从中解脱，也就是恶趣中解脱之因了。所以说呢，我们千万啊、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师或者是三宝的面前呢，千万不要用这种恶语，也就是呃这样。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个会导致我们啊呃,呃，就是取入恶道当当中啊，很难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因。 比如从前呢，婆罗门啊，迦、呃、毗罗，伽比罗啊，称呼伽耶佛呢，比丘门为马头、牛头、牛头等，说了许多这样的一个恶语，他把啊、呃、比丘说成是这样。他死后呢，转生为一头具有十八个头的这个鲸呐、啊，知道吗？一个呃，一只有十八个头的鲸。 因为他过去把僧众说成马头牛头，啊、呃，这这样呢，也就是不恭敬的这样。一界中呢未能解脱，一个大界当中啊没有能够解脱，就是遭受这样的一个果报。此果呢报尽呢，啊、呃，此果报穷尽后呢，又堕入到地狱当中。此外呢，因为比丘尼称呼其他比丘尼为母狗。 那么一次恶业呢，五百次转生为母狗啊，多不划算呐，知道吗？嗯，所以说，呃，恶恶口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你讲出来就是很容易啊，但是他报回来的这个果报，你看多不可思议啊！也就把比丘尼一个比丘尼把，呃，其他的比丘尼称他们为母狗这样的一个讲出来这样的一个果报啊，转成自己。 五百世啊，五百世的母狗多可怕呢！按理来讲，作为一个比丘尼，呃，就是能够守清净节律的话，将来一定是转生三三道的。啊，不说我们就不说别的，也就是趁罗汉果位啊，什么我们都不说，起码就是要转生三三道的啊。但是呢，他往往也就是以这样的呃方式呢，所造的这个口业呢，就是让他转生为五百世的这样的一个。 有许多类似的公案呢、啊，有这样呢，也就在，呃，佛陀所讲的这些公案当中有。他说，实际上有许多，所以应当华语温和。尤其是，有些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神者、菩提伽罗或者菩萨存在于何处，知道吗？那我们这个诸之间呢、啊，说不定有很多的佛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呃化身在呃我们之间呢、啊。 我们啊、呃，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在民法里面讲啊，我们必须要有亲情见呐、啊，我们要把所有的人都当做菩萨啊、呃，都把他当做是呃佛来看待，知道吗？那在显宗里面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啊、呃，把彼此的同修当之间呐、啊，都称之为菩萨菩萨来呃称呼嘛，都是这样。实际上。 并这个并不为过啊！每一个都是菩萨，不但是菩萨，我们其实都是佛啊，知道吗？只是说我们的佛面还没有真正的清晰起来而已。我们每一个都是佛、啊，所以说我们讲菩萨根本不为过，知道吗？这是真的。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清净见，去看别人，把别人都当做菩萨的话，那增长福报的不是他们呢？ 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净见，那这个成就是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也就是我们讲的，心静则土静、啊、我们的心静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佛跟菩萨了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那就是我们的一种境界而言的，知道吗？那我们。 针对某一个人当做佛或者菩萨来看待的时候，他并不会成为佛或者菩萨，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见地，那说明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在里面那我们的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呃亲情面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屠夫当做是一个菩萨来看的时候。 你的境界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可以把一般的屠夫都把他当作是佛菩萨来看的时候，那其他的就不在话下了，你肯定可以做到。所以说，心静，你的土已经静了，实际上你已经超越了我们凡夫的一般人的一个境界跟状态当中。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什么呢？也用这种方式。 来观待，应当对所有人观清净心，宣说称赞他人的功德，也就是我们多去赞叹他人的功德。如果对一位菩萨进行诽谤、恶语中伤，比杀害三界所有众生的罪过更严重啊！他说：“如强灭人波切在《寂乐原文》里面讲过嘛，若人诽谤菩萨，菩提萨埵众啊。” 如果一个人去诽谤啊、呃、菩萨的话，叫杀三界有情，罪还重、啊。也就是杀三界有情、啊，那这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杀业啊！那怎么？个？他说，其实我们诽谤一位菩萨的这个罪业比这个还严重。所以说呢，发律忏悔无疑所造罪啊，没有这个里面无益，就是一,一方面讲的是。 无我们的无心之过吧，无心之过。另外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大罪知道嘛。我们是很容易造的这种罪呀、啊，因为我们自己不亲近。我们把这样呢，也就是我们的邪见呢，强加在别人的头上去诽谤，那这个罪是很严重的。所以说呢，这个是呃呃，这个里面所讲的。 恶语的等流果这个部分呢、啊，所以说我们呢千万要小心。嗯，其余的感受等流果，自己的言语没有呃威力啊，也就是自己呢啊、呃、喜欢讲太多没有意义的话啊，别人也没有人去当真你讲的话。然后呢，也就是呃自己讲的话没有什么威力，并且呢口才拙劣啊，也就是口才也不好。 虽然呢，你讲了实话，可是别人也不认为是真实的，也就是呃，不，别人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在众人中发言也，气势薄弱了，呃，无有辩才，也就变成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他说不要讲太多的没有意义的这些话，也就是指的是其语。贪心的感受等流果，不能称心如意啊，也就是我们反而呢，经常遇到。 不愿意的事情发生，害心的感受等如果经常遭受恐怖、畏惧或者是伤害，也就是损害，也就经常就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当中啊。也就是过去害害心呐、啊，也就是这样太多的话，那就常常找人这样呢损害自己。邪见的感受等经常处于恶见之中啊，也就是没有正见呐、啊，恶见之中经常处在。 各种呢，痴狂扰乱自己的心呐、啊，就是心神不定呐、啊，心呃心灵不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些都是邪见的感受等六果。真善果呢，持果报陈述在外景上，真善果讲的就是说，呃，它一般来讲的话。 他说：“外外境指的就是我们的环境上啊，造杀生恶业者，转生在环境不优美啊，也就是很低劣的，或者是身故险地啊，就是很险峻的这些地方，威胁生命的。地方造不欲取，也就是偷窃者呢，转生于庄家遭受干旱、冰雹，树木不结果实、啊、也就是很穷乡僻壤啊，类似这样的。” 发生饥荒的地方，造谐音的这样的一个恶业者，转身为坟呃坟坑呐、啊，也就是呃有很就是说难闻味道的这样的淤泥等不愿意之处。造王宇的这个恶业者，转身与财富不稳固，也就是财自己的财产不稳固不稳定的，并且呢经常遇到恐怖恐惧畏惧的这样的一个外景的围缘。 造离间恶语者，转生于悬崖、深谷等难以行走的这个地方；造恶语恶言者，转生于乱世堆积、禁忌丛生等不愿意的地方；造其余的恶业者，转生于庄稼不生果、呃季节颠倒并不稳定的地方；以贪心恶业转生于庄稼、呃荒芜，并且呢经常出现众多。 众多地势恶劣、痛苦众多之处，以开心而业转生于经常有恐怖和众多损恼的地方；以邪见恶业转生于缺乏财富、没有保护者、没有亲友的地方啊。总而言之呢，也就是所谓的增上果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成熟在我们的环境所处的这个环环境之上啊。这样，所以说呢，这些。 就是我们慢慢，如果就是有时间的话，啊、呃，就是这样呢，慢慢去，呃，呃，就是说思维，慢慢去观察的话，那么我们不难明白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因为怎样的一个恶业造起的、导致的这些，我们都不难明白。失勇果指的就是造任何业都将与与日俱增呐、啊，不管是。 造任何业，这个呃，任何的恶业啊，他讲的就是什么样的恶业啊？不会说，也就是我们只做了一个业的话，它就是永远是一个业。它就像我们存在这个银行里面的钱一样，它会增长的，知道吗？它不会说，呃，因此只有一个就是一个这样，与日俱增，世世代代呢延续无边的痛苦，恶业越来越向上增长。 将漂泊在无边的轮回之中，所以说呢，呃，这个呃，就像我们有一个叫做阿修嘎引这不罗度属于一个怎热拉八特赞片文，哎，给那个啊，就说呃，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个叫阿修嘎阿修干的那个呃种子啊，他说他的种子实际上是很小的一粒啊就像我们讲的芥子那么大一粒而已。 但是它肿了之后呢，一年可以长呃长到啊、呃、一百油旬嘛，一百油旬这样。但是呢，他说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它没有办法拿我们业力增长的速度做一个就是比喻呀、啊，用这个来比喻，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业力增长的速度之快啊，没有办法，我们时间的任何一一件呃就东西可以。 作作为他的那个比喻的，所以说呢，他说我们的这个呃业力这这种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什么呢？一旦我们呃就是说呃造了这样的恶业的话，需要及时去忏悔，啊，也就是要进出，要断出，这样呢不至于这样呢无增长到无边这样。 接下来呢？行新之善，呃，这个善业，对啊，应该做的。之前呢，我们讲的就是，呃，应应尽或者是应该断触的这个恶业，就是十不善，呃，十不善业。现在是我们要要做的、要行的这个善业是什么呢？即应当行持的四种善业，也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十不善业的相反，就是把它倒过来的。 那就是十种三业。总之，我们了知十不善业的过患后呢，应该发誓，愿受持不造这些恶业的清净的这个律意，要我，呃，就是我应一定要受持这样的一个节律，我不再去做这些十不善业，包括生的三业、语的事业、意的这个三业呢，我不再去做这样。我们要持这样的一个节律，这称为十三业。 即是呢，不杀生，那就是杀生的。反过来是什么呢？就不杀生了。那不杀生，你要做什么呢？也就是护身，放生了、啊。我们为什么经常有很多上师们，他们都举举行那个放生活动呢？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要杀生的。我们讲呢，呃，布施里面有一个叫做无畏施，知道吗？无畏施是什么呢？ 没有恐惧的布施啊，那么从刀口下呢，也就是把他们呃赎回来，也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死亡，所以说呢，这些都属于是护身。即是不杀生、断不欲取等，恭为十种啊，也就是断呃不偷窃他人的这些财富等等呢，总共也就是有十种，首次。 受持十三戒一般呢、啊，不需要在如上师或者堪布法师面前离世啊。然、嗯、后他说，我们可以自动来接受这样啊，我们不需要说上师或者是堪布这些法师面前离世，自己心里想永远不杀生。我们其实是这种戒律啊。我们为什么要在上师面前这样去做呢？因为我们觉得说。 有了这样的一个依据之后呢，自己才能够认同自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其实呢，我们可以在三宝佛像面前也是可以做的，知道吗？所以说呢，这这里讲永远不杀生，或者是某时某地不杀生呢、啊？我们昨天不是讲过吗？我们不能完完全全不杀生的话，那我们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地方，比方说某一个地方指的是什么神地呀、啊？比方说菩提迦耶。 呃呃，佛的所有的这些神地当中，我不杀生，或者是说我初一不杀生，初八、初十、十五、二五、三十等等呢、啊，这些时段不杀生，这个是有那个呃，就是说这些或者某时某地不杀生，或者呢不杀害某某众生等，都可以。比方说我不得不杀鱼的话，不杀鱼的话，我除了杀鱼之外，我其他的众生我都不杀。 比方说大象，你没有办法杀嘛，但是我们照样呢，可以，就是手持不杀大象的戒律，知道吗？因为有了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做主，呃，这样的一个、呃、面前，我们这样发了誓之后，这个功德它就变得就是很强大的，知道吗？我们不杀生的戒律。 就是持有这样的节律，它就变得很强大。因为三宝是福田，他们有不共的这样的一个大愿的力量啊，增长我们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哦，我不杀生，我不需要吃节律的那种心态，跟我们手持节律的不杀生的这两种功德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道吗？很多人说，哎，我虽然没有皈依啊，但是我还是呃呃没有皈依，但是我还是一样的心善的。 那这种行善，你不过就是普通的善而已，没有办法称走上我们菩提真道啊，菩提道上的资料，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想要解脱的话，我们必须要走这个呃，就是说菩提真道的话，必须要接受，也就是呃三宝的这样的一个皈依啊，才能够我们所做的呃善呢、啊，都趋向这个解脱之道。 或者不杀害某某众生等，乃是善业。若在上师善知识、三宝所依等面前进行承诺发誓，这其功德特别大，也就是这里所讲的，他的功德就会更大。因此呢，尽相这样随便不杀生还不够，必须在心里立下这个誓言呢、啊，无论怎样也不招这个恶业。若在家人等。 不能永远断除杀生的这个恶业，也可以立誓在意念中的一月、神边月或者四月萨嘎达瓦，我们讲萨迦月啊，不杀生；或者在一个月中的十五和三十不杀生。此外呢，立誓意念不杀生一个月或者是一日等期间，呢，不杀生也能得到很大的功德，知道吗？所以说，佛陀的佛教的这个善巧于方便，它是太多太多了。 因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做到这样的情况下，让你去选择这样的话，他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从前呢，嘎达亚那村子所在的城市有一位屠夫，晚上手持不杀生的节，呃，昨昨天我讲的那个、啊，白天杀生了、啊，死后躲入孤孤独地狱当中啊，也就是孤独地狱，我刚才讲的日受地狱啊，那那个里面他就躲入到这个地狱当中。 白天吃人的这个铁屋内呢，感受痛苦；晚上，呃，就是说晚上呢，于是无量宫殿中有四天四个天女呢，围绕呃城市啊，享受安乐，知道吗？也就是呃，他就因为受了晚上不杀生的戒律嘛，白天他就遭受地狱的痛苦，晚上就、呃、享受轮天之乐、啊，知道吗？就是类似这样，所以说呢。 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呃持了这样的一个节律的话，它相应的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如果他没有受持的话，那就是不管白天夜晚呐、啊，他都要遭受这个地狱之苦啊。那么佛陀为了也就是可怜，就像类似这样众生的这种业力啊，就是让他本来晚上就是休息嘛，他本来就不杀生，根本不需要按理来讲不需要吃这个节戒,戒嘛。 我们一般人的想想想法来讲，他根本不需要吃这个戒，但是呢，他知道这吃这个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让他接受了这个，他就白天虽然呢，也就是这样的果报，让他遭受地狱的痛苦，但是晚上呢，他又可以享受轮天之了，就是因为持戒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说呢，啊。 有这样的呃，就是、说功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说，哎、呃，受一天的八关斋戒啊，啊、呃，就是好像就呃，这些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呢。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想。我们应该也就是说，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这样做受持。So, 因此，所谓的十三业是指断除十不善业，并且呢，修持对之恶业的这个善法。 这个就是指的，就是十三，三种生的三业呢。第一个是不杀生，断除杀生，爱护生民。呃生生命呃、生命这,这个就是不杀生的。这个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要呃不杀生，要爱护生民，也就是多做呃爱保护生民的这些行为。这个就是不杀生的呃反面，不偷窃，不偷盗。 断不欲取，不欲取，也就是说别人没有施舍给你，不属于你的，你不该拿，也就是不该据为己有。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欲取。也就是那不欲取，不偷窃的这个反面是什么呢？行持布施啊，也就是我们要做多做呃呃布施，也就是上供下施的这样的行为。不邪淫呢，断除邪淫呢，护持节律。 要我们要收持清净的这个节律，比方说啊、呃，在家人就是一夫一妻就这样，就不做呃，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护持这样的一个节律，这就是三种生的善业。四种语的这个善业呢，不妄语，不打妄语嘛。我们讲的也就是不骗人，断出妄语，说的实语，说的实语的，说真话。 也就是佛讲的这些啊、呃、话，他说我们讲的佛是是于者不亡于者不以于者，呃呃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不要，也就是说啊呃,呃玩笑的方式去骗人呢、啊。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只是开玩笑而已，实际上呢，也就是会呃形成一个，也就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往语的。 啊、呃，也就是这样会造下这样的亡语的，呃，果呃就是因呐，所以说呢，因此呢，我们也不要说这些亡语，说的士语，不两舌，断出离间语，也就是离间语，断离间语，就是不要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特别是我们啊、呃、学佛之人，特别是到道场啊佛学会的这样啊。 我经常都不让他们讲太多的类似，就是啊、呃、传来传去就是是是非非、好好坏坏的这些事情。只要我们讲了这些，我们相续不清净了，知道吗？我们很难就是说呃就消除我们的这个口业，而且呢，也就是很多在学会当中有很多纷争，都是我们讲太多话了，而且都是没有必要的。类似这样呢，就变成不和睦、不和谐。 这个在学会来讲的话，也就是特别是我们学佛人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说呢，我们尽量也就是要断除这样的化解恩怨，呃，就是怨恨呐、啊，也就是彼此之间的，即使有呃的话，也就是想方设法，也就不和的人让他们和起来，多讲也就是传达一些彼此之间的好话。 啊，虽然呢，别人并没有这么说，但是呢，为了让他们和好，哎，我多讲一点好话给他听。哎，其实你不要这样啊，他其实他对你还是很怎样啊，就多说一些好话，是不和的两个人把他们和起来。不恶语断出恶语呢，多说一些语耳好听的话。不欺语就是说好话嘛，也就是那个断出恶语。 呃，说说语耳语，不齐语呢？断处齐语呢？静景念诵啊？那齐语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诵持心咒啊，也就是念诵呃念佛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祈语，知道吗？而且这个祈语就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一般的开玩笑也好，啊、呃，就是谈一些天南地北的，啊、呃，然后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呃呃。呃 是是非非的，呃，所有的事情呢、啊，这些，呃，都属于是起语。它对我们的这个念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呃，障碍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断除这些三种意义的，呃，善业呢，不贪心，断处贪心，当次舍心呐、啊，也就是贪心的反过来讲，就是舍心呐、啊。你要施舍的这种心。 就是贪心的对峙，不害心，也就是断处害心，修饶益他人，也就是不要去想伤害众他人，而且就是要利益他人的这种心呐。那当然，我们在大乘道来讲的话，要有慈悲心，要有菩提心，就是针对这样来讲的。所以说，不邪见，断处邪见呐，当一正见呐。 我们以真知、真见、真知灼见来断除我们的这样对三宝、对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呃邪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十，十善十善业的这个一树果，转生于相应的这个三善区中。如果他说我们十三爷的这个善善的这个业呢，啊、呃，他。 临是我们转身到三善道当中，不会下堕到三恶道，知道吗？只要我们刚才所讲的，转身到三善道里面的话，那我们的啊、呃，就是说啊、呃，解脱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要受持？比方说，啊、呃，所谓的外别解脱戒啊，也要手持这些居士的戒律啊，沙弥。 比丘的节律，那么他就说，如果当然也就是能够证悟到罗汉果位当，那就不在话下了。也就是罗汉果位的时候，就所谓所谓的能够涅槃呐、啊，从轮回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当然，它并不是就近的，但起码我们不会在呃，就是说啊、呃，躲到这个轮回当中。如果我们即使是没有呃，真正的。 证悟到这样的一个罗汉果位的话，我们起码也就是因为我们就呃行持这样的一个善法，他将来我们让我们也就是继续往生到三善道当中，往生了三善道，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继续修佛，啊，也就是继续修这个解脱道啊、呃、当中。所以说呢，啊、呃、他说，呃这就是他的一树一树果。 同行等六果就是生生世世呢喜欢行善的，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行善积德嘛。我们讲的那生生世世当中，你作为人来讲，你都都会就是很喜欢做这个善的行善方面的，并且呢增长善根。感受等六果呢，断处杀生，长手少病呢、啊。你看，断处了杀生，我们不杀生断处了，也就是所谓断处指的就是我们。 不杀持了不杀生的节律，那么我们就就说生来就长寿少病，也没有什么病痛。病痛也就是很多人都一生都很健康啊，而且很长寿。类似这样的人也很多。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我们吃的是同样的食物，住的是同样的呃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呃一个家庭当中的福报都不一样嘛。为什么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 断处不欲取呢，居住受用啊，也就是我们的很富足，我们的这些财富啊，什么呃要什么都有，没有这个呃，倒，呃就是倒窃啊这样的，没有人去偷盗。断处邪淫呢，夫妻美满呢，就是恩怨呃就是冤地少。 断处王语未任称赞，且忍慈，也就是我们呃不不打王语的话，别人都呃得到别人的赞叹，而且呢很忍辞忍慈。断处离间语呢，捐属仆人皆敬爱啊，也就是自己的呃家人，自己的这些仆人呢都很尊敬、很尊重，都呃就是爱戴这样。断处了俄语呢，很常，呃你就呃常呃常常听到鱼儿。 啊、呃，就是这样的一个赞美的声音呢，啊，呃、听语呃，闻悦耳语，断处其语呢，语言有威力啊，你讲什么话他，他就说、是，呃，他他都都很有力量啊、呃，你讲了什么话，别人都会听，别人都会相信，断处贪心如愿以偿，也就是你所想所欲所想都能够得到如一场，如愿以偿。 断处还行呢，远离损恼，也就是来伤害你的烦恼啊等等都呃不会有。断处邪见呢，相续升起三妙之见呢、啊，三妙也就是对佛法，我们讲的就是了悟那个呃法性的这个真理啊、呃，也就是增长我们在这样增见上啊、呃，就是说真见这样。所以说呢，这是感受等六果，真上果呢成熟于外境。 与前面事不善业的果报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环境呢、啊，都处在最好、最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将居住一切圆满的功德，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环环境呢、啊。所以说，就像你们新加坡，啊，都是啊、呃、这么好的环境呢、啊，相信你们是造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呃 <laughs> 吃了这个善法的这样的人。所以说呢。 才拥有这么圆满功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施用果所做的任何善业呢，都显著增长，福德接连不断出现呢。也就是施用果所有的的呃，我们自己所有的善善业呢，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呃行善呢、啊，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善呢、啊，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这样。 福德接连不断的出现了，等等。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十善啊，呃，就是说呃、啊、十不善跟十善法的，也就是基本的开始吧，也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也就基本上都有了。那以下也有很多的这些呃公案呐、故事啊，这些呢，我们不讲也。 啊、呃，也罢，也就是差不多，我们要对十善法呢，也、嗯、跟十不善的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啊，基本的认识，啊、呃，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嗯。那么我们，呃，当然也就是在这个部分，大多数都知道。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呃，开示啊，有很多的善知识，也、呃、也在讲。 但是呢，我们只是停留在呃知道之上啊，也没有多大的这个用啊。我们都需要一个呃用心的啊、呃、去付之于自自己的这个行动之上。特别是我们学佛之人呢，啊，呃、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呃。学佛之人要像一个学佛的啊、呃、这样的一个模样。那么这这些呢，我们必须要。 也就是说善与恶之间呢、啊，啊，做这个取舍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呃非常需要谨慎的。如果呢，我们啊、呃，往往呢，我们很多时候学了之后呢，呃，我们把眼睛呢、啊、都放在别人的身上，都觉得说啊，他做的对，他做的不对啊，呃，都说呃去做拿来做一个呃裁判一样啊。 评判别人的是非，评判别人的好坏，其实学佛不是这样啊。学佛最主要就是要去对峙自己的烦恼，啊，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也就是在修佛、啊。如果做不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太多，呃，实际上呢，我们就把这些啊眼光呢、啊、都放在别人的身上，去说别人的啊好坏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看到了别人更多的缺点，往往呢，也就是没有去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的情况下呢，啊，我们知道再多的佛法也不过是啊、呃、一点、呃，啊比别人呢多一点知识而已，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学一点呢、呃，啊要做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实践的啊、呃、这个部分呢。所以说呢。 啊、呃，我们不仅仅是要学，而且是要去做，要去对峙我们自身的这个烦恼，才是真正的一个学佛、啊。所以说呢，啊、呃，希望呢大家啊、呃，就是说啊，都、呃、能够啊、呃、去调整、去改变啊、呃、自己，也自己呢学佛之后跟，跟、呃、啊，法王一直在讲啊，我们要学佛之之前跟学佛之后呢。 一定要有这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要往好的方向去变化，不是说往坏的、不好的方向去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这两天啊、呃、讲，就是说这个呃十三跟十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做一点这方面的开始，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呃，啊一个晚上也只有两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啊，所以说要讲很广也啊讲不出来啊，然后呢，就这次就讲到这里啊，下次我们有机会啊再继续探讨。阿弥陀佛。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最后的回向啊，把法本翻到第十七页。

śokya saṅgyaya jyāṃ syaṃ tam che kya kya mīṃ ca parva śiṃ kya lāṃ duṣa yāṃ taha pañca chayā avaṃ bunda nāya svaḥ hayy śokya saṅgyaya jyāṃ saṅgyaya guhaṃ ca niṃ ca lāṃ kya yi rāṃ dāg tuṣaṅ gyaṃ svaḥ bhaṃ 옴조 아삼라암 조 파람보르 갸베스 담바 암비르 조제 게와 아심잁군 라스노 로고 상게 톱주르제 게르다 담제 지두 다게르 욜라 아멘제르제 죨미 에타네 쏘르도데 NAN MI YANG DONG PHAI TEN DIR SAB CHU NANG CHUR CHI NAM SHI TEN PO CHUR MA THO DE WA CHEN DU SHI CHUR CHI CHI NA PAN MI KA SHI DE LU DIN DE LA SANG CHI SHU SHANG CHU THOB NA CHI SHI DU CHUR PEN CHU དེམ་བར་ཡོ་རུན་ཅན་གེ་ཐོ་ཨན་དེ་ཡན་རོ་བ་གོང་དང་དུ་དམ་བེ་ཆོས་དང་མིམ Đài རང་ཅན་དོན་ནིར་དོ་པ་འམ་ཐར་ཅན་ ཆོས་མ་འགྲོ་བེན་འည်དེན་དེ་བར་བྱོ ສາດຍະດັນບາອາດາຣຍະເບາລະໂຍສິນເຈນທັມເຈດເດຊັນຈິບາລະໂຍນິນດັນເທນດຸຈຸນາໂຍບາລະໂຍລະນເຊນດຸນຍະຊຸນເຈນຈະບາລະໂຍອານດຸເດດເຈວາທັມເຈນດຸມທໍລະຍົນດຸດຸນດັນໂພບາລະໂຍ Srimad-hadu chodan chadyuraji, chursindrape ramvayobarasi. Niryalama adambam nishyaji, nindansandu chodlashibarasi. Chodlani nyambodhanchaste, chedrasibir yamsargarvarasi. Sibar dambi chora ston se jen Yen bhan javla junga mi bar sho Lab che jen dom cho re mi bhai Tam che sham je san je to bar sho Ka to bhaje garb lendo chai Chabam tayar jarwe shingun cha kyaabdaar gyarwaa kundaaan yer meerje, geedee ee taashe yaayzhaan dhaan gyurjee, dhambi dhan bhaayon rungna gyurjee, thabir gyar poshindo dhar gyurjee sthambandzir naa shepat, sthan laa nuu namun tsaastong gyurjee, ndogon saam je thabir gyurjee gyurjee, bhaadana laa meekoo tseer dhammaa dhaam, khaanyaa yoon laa di shimchungaayee, dhaashyaa maaloo tsu sartaa, nirthu sāng jé sā lāṅkā parashū lāṅ mā sgu khāṅ sāṅgā sāṅgā niam chua tū sgu tsaṅgā sāṅgā sāṅgā niam chunlāyā tar sīñyā parā. lāṅ mā dāṅ trāwā mī parashīñyā lā